嗨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勋，欢迎你们再度回到我的频道。我们继续来《恐龙王创世纪》云本游戏影片啦。喜欢这支影片的观众，八星点个喜欢。希望接收到更多消息与资讯的八星按下订阅，然后开启小铃铛。想要让更多人知道阿勋的，就帮阿勋把这些影片分享出去。好，话不多说，正片开始啦。那么好的，我们现在就来孵化恐龙。一次五只，出来吧，出来吧！老实说，我根本也不想做这种，但是为了让外国观众看得懂哦，所以说我这次就改在被迫做字幕啊。出来吧，恐龙！哇塞，整个体型就是有点偏小的那种，然后整个身体呈那种橘黄色的感觉哦，给人就是那种很像太阳温暖的感觉，然后背上面还有个红棕色的那种条纹，就是延伸到尾巴尖端，然后背上的那些棘刺骨板全都是那种黄色的，然后中间还有一点带有橘但深橘亮橘色的那种感觉哦。下一只也接着出来了。好了，这是阿俊公园目前的状况。我们看，对吼，我剑龙的 DNA 已经研究完了，所以说。这边我打算把恐龙给孵个十只左右。好的，第五只要出来了，出来吧，出来吧，出来吧！整个都是丛林哎。观众要求这次先做恐龙，现在我心想还是维持在这里，那个三颗星半哦，打嗝声，哇，速度真快。看来没有客人会过来哦，那完了，好，不知道使用激将法了。不这样做的话，根本就不会有客人过来。怎么了？我艾伦·葛兰特，艾伦·葛兰特这样。到底有什么事？第十只出来了。我跟他哈，好的，约巴龙剑龙五只就好了，45年生。每次那这样路一开通，就会有客人想要逃走啊。已经玩够了啊，这不能给我捧个场面吗？出来了，剑龙，哇塞，整个身体就是那种灰色，然后上半部完全都是紫色，越往上颜色越深哦，然后整个骨板就是好像紫色的火焰这种，是被什么金属元素给氧化到的吗？哇塞，蓝色的火，蓝色紫蓝色的火焰，不愧啊，真是剑龙华丽，尾上是紫色的，蛮华丽的，
就是有种真的恐龙王这种感觉。靠啊，不想看得更仔细吗？来吧，开车来吧，拜托车跟你们来开车，我这边真的很需要。对齁，直接再重拉路线就得了，直接这样重拉路线，然后再来再重新开启，然后稍微拉偏远一点。然后这样再那样，好的，这样路线就拉完了。好喂，有新客人过来喽，现在剑龙才能呼完，心脏会大涨吗？来吧来吧，客人与草食恐龙互动时间是到了，是该是时候了。整个就是一个大和谐的状态，会进来吗？会进来吗？会进来吗？又不会。Now today， 你连剑龙都还没看到呢。滚！只能看更多恐龙了，就哦，一定要过来这里啊。等一下，我们看这只，这个游客，他会走出客还是怎样？刚好重新接了一条路过来，呵呵，那这只游客就是怎么说不听话，他要走出去啊？真搞不懂啊！为何他们就是不可来开车啊？甲龙也走过来了。好的，那么这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，希望你们喜欢。那我们就下集见，拜拜。